好的好的，跳过来了。好，这把过了，这把过了啊，终于能过关了，我非常激动开心。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跳跳跳，我赢了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再见宝贝。这是什么？高手就是跳跳跳，我这把赢了宝贝。高手，高手就是跳跳跳，我这把赢了宝贝。我高手就是跳跳跳，我这把赢了，我赢了，我什么鬼东西这是？我想一下啊，如果他弹出第二个的时候能跟第一个一块儿相互抵消就好了，所以说我只要跟在第一个的背后走就可以，所以说等这个出来以后我跟着他走，就这样。好的，高手 nice。 什么是高手？高手就是用脑子来玩游戏，我用脑子。好的好的，我怎么死了？哎哎，等一下，有本掉下去。好的兄弟，你怎么跑了？哎，这怎么还带冒刺儿的？反正我人多。哎呦哈，好的，走你啊，直接冲过关。哦耶，好的好的，15关啊，新的感觉，新的试炼，来吧。来，没事，压死我，勾引一下。来来来，傻子傻子，勾引一下。我嘿嘿。哎，我没死耶，我没死，吓死我了。来吧，传送带不虚。哎呦，我这个地方，哎呦，想射我宝贝，射不到的啊。来砸我，直接从这儿跳过去，高手。好的，有两条路，我觉得从中间直接跳，你知道吗？这有高手的一个直觉。好的，过关。这有个铁球，我根本就不动，根本砸不到我。这有个铁球，我跳一下。这啊，这居然有个刺儿。原地跳，好的，原地跳，好的，来吧来吧铁球，原地跳，好的，来吧原地跳。我要使用冲冲乐大法了，不然的话没法过。好，等一个球，冲冲乐，这是死路。不对，上面根本没法站，那个铁球太大了。我上来了，好，这关怎么玩？我再问，我再回去行不行？这玩玩了命了，就第三层走了，爱咋咋地，多走走，走不动，多走走。喂，哎哎哎，有个小瓜瓜，有个小窟窿。哦，知道了，这把肯定过啊！这把这关如果过不了，我就智障，真的，这把如果真过不了，我真的是智障，因为太傻的地方了。我哎，刚好这把如果我过不了，我智障，不是这把，是这次我如果过不了这关，我是智障，太简单的操作了，过关，来吧。我会变成小飞鸟飞到天上去，飞呀飞呀，我的娇放纵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这怎么飞呀？我哇，我知道了，我是高桥名人，请大家看我啊，一秒点100下。我的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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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是不是飞罐子？是不是飞这个？是不是从这儿飞进去？右边完全是坑爹的，我要试一下，管子我飞过了，难道是没飞好吗？我再试试飞一次管子。我进来了，真的是飞管子，刚才我没飞上来，这地方可以上去，我们就上去看一眼。我谢谢你。哎哎，没死，虽然他一直在往我这边走，但是我一直没死，我一直在挣扎。大家看，我挣扎了，我挣扎住了，我没死，难道这才是真正的过关的道路？过关，我高手。好好，这个回头再玩，回头再玩啊。Trap Adventure 真好玩啊，大家都来玩啊，好好。